thing I shall not do it. Again. Thank you.
位现在可以看到呢，是我们的狮子啊，在表演这个嘎扇哦，咬狮子的啊，这样一个段子啊的一个画面呈现。同时呢，各位可以从这只狮子啊，看到它的年纪啊，可以说应该是非常久远哦。啊，从它的这个狮头照相啊，各位可以看到啊，是可以说是啊非常老旧，甚至是非常深邃的啊一个形象。可以说是非常用心的策划啊，待会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武术精彩的表演。好，那这台艺人叫做嘎扇啊，嘎扇。好，我们说呢，内行人看门道啊，外行人看热闹啊，还出席了他的狮子啊的表演。校的同学啊，我们还有现今有说大专院校的学生，还有我们的学校啊，都在培植我们啊这个民间庙会文化的啊这个新鲜人啊，由我们的大学生啊，都投入到我们的艺政的表演艺术行业当中啊。今天呢，东鹏盛会可以说我们阳盛会呢啊，非常的重金来邀请啊我们的西底西施团啊，这个精彩的武术。的演出的团队，我们在观赏狮子的表演呢，啊，就是模拟真正狮子啊它的形象，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生动。啊，我们欢迎现场我们的家长，啊，我们的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啊莅临现场来观赏我们台湾庙会文化最精彩的。最热闹的啊呈现。Yeah.
个时间啊，今天为着全天上帝的信仰的信仰，来把你的肩上平安绕进那里啊，欢迎我们的啊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一起莅临来观赏。同时麻烦我们各位，我们维护场地的整洁，我们垃圾不落地，垃圾不落地，我们的周边会有这个纸箱垃圾桶啊，纸箱垃圾桶啊，拜托大家啊，帮我们一起维护环境的整洁，感恩，谢谢您。来红枪，哦，受害就压低，哦，他打不好。
展现自己的底货啊，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手机进步的时代啊，小朋友都变低头族啊，小朋友都变低头族啊。那如果呢啊，这个家长有这样的意愿呢，其实呢都可以让我们小朋友来加入我们台湾的庙会，好不好？
位呢，他们的送料兵器哦，都是真材实料，那个每一把都非常的重，每一把的重量都非常的重。啊，这个是真枪实弹哦，好、啊，都是这个套路，这个是真枪实弹的演出。注意他们的眼神。
就觉得打武术的男生特别特别的厉害。当他们专注在自己的表演的同时呢，啊，可以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非常不容易。来，接下来换我们的年轻的啊小伙子，啊，要来上场啊。哦，这个看起来真的都非常的硬劲啊，是这样硬劲的吗？Thank you.
的让人看得很感动啊。
Thank you.